这是小声一点。走走走，妖孽出去逛街街，等到那个罗爸爸，这老子也是要多搞快点哈。你怎么来了呀？乖乖做啥子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欺负我，你一个死人当点想做啥子？找翻把手。不得了不得了，我错了我错了。外婆他再欺负我了，他半夜他要再欺负你了吧，叫他给我跪跪搓衣板，给我跪搓衣板哥。在说